着呢，这是情侣组合了啊，不是，只是同学而已啦，大家不要担心啊。来，我们有请孟琪跟凤娇带来的这一首非常甜的《有点甜》，他们说呢要用音乐来交流，让大家呢可以感受到这个乐曲当中呢浓浓的情意。我觉得在后里这个氛围特别的奇妙，特别的浪漫。你知道现在树下就好多优雅的乐手老师正在演奏着长笛。Oh my god， 这是什么样的场景？我不敢相信我眼前看到的这一切，太漂亮了啊！好，来，热情的掌声带来有点甜。高音跟中音呢要这样子完美的融合在一起，有没有觉得爸爸爸就嗨哦。
们知道吗？好精彩哦，热情的掌声，谢谢。好，紧接着呢是淑云要带来的这一首是小雨哈。其实呢，你可以发现到真的是不亏乐器之都就在后里，后里也是萨克斯风的故乡，所以呢，我们可以借由这一场一个小时的一个音乐会呢，让大家一起呢，身历其境的感觉。你有没有觉得就是一种很陶醉，然后呢，你会徜徉在这样子的旋律当中？好，马上时间我们交给淑云带来的这一首小雨。我们的活力后里乐团淑云带来的小雨这首歌曲，紧接着下一位是嘉伟。嘉伟，你今天要为我们演奏的这个曲目是《风里有的坚持》。你吹萨克斯风坚持多久了呢？七年了。已经有七年了，你觉得这当中呢最需要坚持的部分是？勤练习。好，我们马上呢就来现场演奏这一曲。坚持，把时间交给嘉伟。
吹就知道有没有哎，七年坚持下去是对的，所以带来现场这么精彩的一个萨克斯风的演奏哈。提醒所有的好朋友，我们今天下午呢有一场非常重要的卡拉 OK 歌唱比赛，会在3点来进行，所以2点以前，请大家呢到服务台完成报名的一个报到的一个动作了哈。首坚持，谢谢你精彩的演出哦，而且吹出来的每一个音这么的沉稳，你们看看是不是？来，接下来呢是佑声要带来的云中月圆，来热情的掌声，各给吹了起哈！来，活力后里乐团带来的一个演出。
神，还有他那个手指头都带感情的，在演奏给大家，热情的掌声再给我们这一位是佑生，谢谢佑生老师，谢谢。好，马上下一位呢是姿云要带来的追加勾牛，哇哦，素油。来，我们今天呢在现场呢可以看到满满的一些音乐表演，舞台上面呢也是精彩不断电的哈，持续带给大家呢是更多的一个演奏，待会呢也会有现场的几首合唱合奏的一个曲目这样子，然后也要呢邀请所有现在目前呢在后里运动公园的所有的朋友们哈，可以慢慢的聚集来到我们的这一个舞台前方，待会呢我们在舞台上面呢会跟大家来做一个现场的一个互动游戏的部分了哈，如果呢你正在附近的话呢，也可以来欣赏我们接下来要带来的曲目《追掐勾牛》。追加勾牛哈，来，马上呢，我们有请后里的这个萨克斯风乐团呢，大家在里长，您到现在中午还没有吃便当，就是为了演奏一口这个清爽的音乐，让大家来感受一下哦。来，里长呢，组在席呢都开始在这个舞台上了，到现在没有离开过。来，我们再给里长拍拍手一下，好不好？好，今天呢非常精彩的活力后里乐团呢带来了这一首大合奏的曲目，就是《情人的黄衬衫》。
们要把厚礼的一个事迹呢展现出来。今天这一场厚礼文创产业嘉年华会的朋友呢，我们各位呢来到这个厚礼运动公园，其实真的非常开心，对不对？现在在我们台上的是活力厚礼乐团，热情的掌声挥挥手。来，也请我们台上的这些乐手老师们哈，可以来跟现场来做一些简单的一个互动，因为我们现在呢就在厚礼文创产业嘉年华会的 FB 脸书粉丝团正在进行现场的直播，马上呢带来的就是我们这个阶段的一个大合作的部分哈，这一首歌曲《风铃声》。
个精彩的演出哈。来，后里里的里长来在这边哈。我们现在呢，现场有开 FB 的直播哈，是不是可以简单的帮我们呢，介绍一下你这一把萨克斯风的一个音色？来，音色。我后方的乐手老师们都不标走啊！来，是不是呢？可以帮我们简单的表现一下？因为我有发现到你们每一把呢都有一些巧妙之处，对不对？那我赶快呢，是不是可以简单吹几个音，然后让大家可以现场感受一下？哦，嘿，对，简单一小段的喝啊，对不对？吹这一首歌啊？对，没有一句。一句啊？嘿，一句。我们来感觉一下，好不好？来，每一次的声音有不一样。哦，有不一样吗？来，很明显不一样哎，继续，真的完完全全，大家有听出来了吗？我们来到这个萨克斯风的故乡，怎么可以不好好来学习一下？很棒哎，掌声在哪？嘿，手拉西都连都光红色，好来。谢谢，气好足，很稳哦。很不错呢。好，再一次谢谢我们活力后里乐团呢带来精彩的演出，谢谢大家。今天呢我们在活动现场非常的精彩，然后呢也谢谢我们乐团所有的乐手老师们一起带来的这个精彩的一个表演。其实呢我们活动进行到这边已经他们进行了一个小时为大家来服务跟演奏的部分。